哎，你们下课回去了没有？啊，路上了。今天学的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的，今天学的还挺快。你今晚吃饭了吗？啊，刚下班，等一下我到家再吃。不管忙不忙，饭都得按时吃，这都几点了。啊，好。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。来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。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。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前面上车，王一走了，刷卡王一走，还有没有走的了？哎，有，我下车，行，你坐哪儿啊？